拔杂草，一群乐在其中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粗高草，这边。然后下去跟那个，就是要先磨桂嘛，然后磨完的时候就把这个跟桂放在一起。即使是杂草，也能讲出背后的故事。衣裤双手弄脏了，一点都不在乎。但是半年前，一群根本无心在校园中。种了以后就不会那么无聊了，就会很专心的照顾这些植物。因为我每天从6点多就要来家庭活动那边。浇水，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拖到上课时间。后来变成自己很主动的，他就会来这边做除草啊，做那种农事的这方面。是意想不到的成果。意想不到的成果，对啊。本来要把玉米卖掉，他们后来很舍不得呢，他们就觉得不能卖掉，他们要自己食用啊。校园中的旧花圃因为食农教育成了种芋头、玉米、番茄的园地，改变的不只是景观，学生的心也重新有了浇灌，对自己越来越多的肯定，他也可以帮助很多人。那无形当中，这个建立起来的可能不是分数可以取代的。动手种，爱护土地，社区资源和学校结合，要唤起的不只是对乡土的关怀，更因为负责任、成就感，让偏乡学童找到了学习热忱，重燃生命希望。台视新闻主任萧红树高雄报道。